我是叶洁芝，马来西亚女高音啊，我也名字叫杰基亮亚，我也是吉隆坡歌剧城市公司的 vocal director 声乐指导。这一次呢是我第三次凭这个 IMA 的 singing competition。我觉得这一次很可惜，有很多的歌手都没有出来唱，但是呢，尽管如此。我们还是挖掘了，发现了，有好几个很出色的歌手，一般来说呢，整个的这个水平，就是我发现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充满，祝福的一个国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多方的语文的资助的帮助，所以这些歌手们都。在唱外语的时候，多多少少都有那个外语的颜色在里面，因为他们常我们耳朵里面常常有很多的其他的语文帮助，已经训练他们形成一个 system。但可惜的是，有些没有好好的去把这个声乐技巧弄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，他们看到他们什么要加强的，他们什么要在寻求进步的。尤其是有些是在发声的技巧上面，有些是在这个的 singers diction 这个歌唱家的吐字上面，他们要加强这个功夫。这两个，一个这边，一个这边，都是要相当长的时间去琢磨和练习的。那我觉得我很期待下一次。还会看到更多的歌手来参加比赛。比赛呢，其实是一个平台，让你学习，让你知道你平时所练的，你还能够在台上演出的时候，你还剩多少？那个剩多少的，你就要去考虑想了，为什么会缺这一块？有些东西不是有些不是老师可以教你的，你只能够在舞台上学习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下一次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歌手出现。